看嘟嘟在巴巴旁边蹭饭呢，突然想起来今天是称体重的日子，来看看这个月的减肥成果吧。体重秤刚搬出来就想溜，妹妹居然胖了，感觉她很心虚啊。上个月减了5斤，这个月确实松懈了不少。完了完了，巴巴抱得这么费劲，不会胖了吧？减去巴巴的重量，这个月是1斤没瘦啊，还挺自觉，称完体重都不去蹭饭了。